藏内心的轮廓，在你最放松的时候，绝不带着任何感情就下手，从来不回头。开始的感觉不会痛，不会痛，放下的痛痛就像做梦，幸福的错觉，很温暖，很包容。也许还期待这些致命的冲动，你不懂，我不懂，究竟下手为什么存在？Shake it, shake it, shake it.